我知道了，所以我的母亲是忏悔祭。看似不起眼的物品，有时也蕴藏着强大的力量。我可以帮助你解放那股力量。这个过程会破坏原本的物体，只留下神秘力量的纯粹本质。你或许会觉得这很像是把灵魂抽取出来，然后转移到另一个身体。这种事情我连想都不敢想，特别是在教会的势力范围里。留着吧，我要的不是钱，是你的耳朵。这一次拆得不错。我买了。很好。还有其他东西吗？真是笔好交易。天父保佑，随时保持警觉。你又是哪位啊？算了，别回答。你的脚步很轻盈，而且你身上有血干掉的臭味。你是个杀手，你想做什么？听说你可以教我一些东西。哼，那先来看看你够不够格接受我的教导。我有一份工作需要处理，你帮我，或许我就会帮你。我和木芒之眼姐妹会合作，我们其中一个人不见了，她叫做巴奇拉，她带着两个菜鸟去追寻一个古物，某种硬币，帮我找到她。如果你不是只会出张嘴的话，或许还能学到一两招。
是其中一位新来的姐妹。仔细看，血流的到处都是，却只有一个刀伤，干净利落。然后凶手就把她的遗体喂给了妖狼，残忍，但却能隐藏行踪，很聪明。抵抗的痕迹，他察觉到危险，所以凶手先攻击他的关节，再趁他倒下的时候取他性命。无论这人是谁，一定有受过侠盗的训练。在可使我，我的灵魂，拜托，把灵魂抢回来，终结这一切。
没准备好。需要更多时间。我还没准备好。我需要更多时间。我们在追的不只有那个凶手，那枚硬币也很危险，它的中间有个洞口，只要从那洞口看过去，它就会让你看见其他人的弱点，但它也会把你逼疯。不太确定我们会在里面发现什么人，但如
我需要更多时间。我需要时间完成。
幸好有你，不然就完蛋了。幸好有你，不然就完蛋了。起啦！我需要更多时间。
雷拉娜，我拿到硬币了，但我的脑子被搞得一团乱。我看见蛆虫在人心中蠕动，看见他们的秘密和伤疤。硬币显示的地方很轻易就能切开，我必须阻止他。我很抱歉，那枚硬币。姐妹，硬币在哪？不要，这是我的，你休想从我手中抢走。我尝试过自杀，来阻止这场仗的发生。无论如何，你知道最后都是个斗士。你把我教得很好。太可惜了。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任何瓜葛了。你已经亲眼见过大师的身手，哼，还是其中最杰出的一位。我没办法教你更厉害的技巧。至于巴奇拉，哦，必须好好安葬他，交给我处理吧。必须告知姐妹会这枚硬币的事，让他们自己想想该如何解决那东西。你做得很好，别和他一样落入陷阱了，好吗？